大爷，他怎么了？他要回家了。 Bad news. I'm afraid this time it's goodbye. Thank you.
哎呀，你人多了怎么下棋啊？要我说，人家都没法下，没法下，这往这儿走，赶紧的，这怎么走的？ 老天牺牲以后，我们曾选了老方为支部委员，我们现在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，和三十九师要联合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走了啊，走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易田秀男利用我们和三十九师之间的不信任，安插内线，威逼利诱，以达到控制集中营的目的。杀害弗兰克，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易田怕咱们知道真相，而弗兰克。 恰恰是揭露这个真相的人，是谁被弗兰克的话告诉了伊田秀男？不管福叔多大代价，我们必须要查出伊田秀男安插在集中营里的内线。做这个工作，我们也需要和三十九师联手。我们先要做通康有根的工作。康有根现在还有用吗？从策略上看，继续让康有根领导一大队，对集中营里所有俘虏都有好处。同时。 他也可以麻痹伊田秀男。伊田秀男没有加害康有根，说明他在心理上有些轻视他。这恰恰是伊田秀男致命的弱点。大家同不同意？我们先解决康有根的问题。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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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
现在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只要有一个人还活着，我们就一定要捣毁这个集中营，一定要捣毁这个码头。老秦，康永哥要拼命，他要杀易天秀兰。走。老康，老吴，有点事儿想和你们商量商量。说吧。老秦在那儿等着呢。什么事儿吗？想和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走。你们俩藏着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想自杀，还是想杀一田秀男？你们以为你们两个人就能杀了一田？如果能，我们等不到你动手。你吓坏了吧？不，你们还想死多少人？我已经是死过的人了。所以你就让大多数人陪你一起死？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？扯淡！这次暴动，你们新四军死了几个人？一个都没死。我事先警告过你，你不信，你只相信你自己。我们坐下谈。老康，如果我是你，可能也会这么想。国共两军过去从来就很少有什么信任，连打鬼子都是有摩擦有合作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可是鬼子来了，我们直接面对着共同的敌人，特别是现在被关在了一起，手无寸铁，我们必须团结，
必须把这儿所有的中国人变成一个人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生存下去，才能向小鬼子复仇。有话直说。你们想想看，谁最希望我们内讧，相互敌视，相互不信任？是伊田秀男。老康，伊田秀男为什么不杀你？是希望你在我们之间留下猜疑，继续利用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相互的敌视。你们这次的暴动是伊田秀男一手促成的，这就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严格保密的情况下，伊田秀男会对你们的计划了如指掌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个送信的女兵也是假的？不是假的，是被人利用。被人利用？不可能吗？我们这个集中营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可以肯定，伊田秀男的眼线就在我们身边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这些？凭你自己的眼力。这话等于没说。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我们内部的秘密。知道田正阳的真实身份吗？他是中共党员。他应该是。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打进集中营，指示我们团结39师的官兵，并利用他的身份尽一切可能找出谁是队伍中的内奸。他找出来了吗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那个跟马金龙逃出去的任玉林就是内奸。马金龙在厨房发现的那个人就是任玉林。任玉林我们调查过，可是查得不够彻底。老田，为了39师的官兵，为了我们之间的团结，牺牲了。他的真实身份是我们最后的秘密，现在你可以相信我了吗？老秦啊，田正阳是为我死的，不是为你个人，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本来这个任务应该我去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这个人靠得住。有什么用啊？我已经毁了，死了那么多弟兄，我对他们说什么，谁还会相信我？39师的弟兄们还需要你出来领导他们，这是斗争的需要。别对我说这个。遇到这种时候，你也要挺得住。大家对你是否信任，你不要管了。我们来做这个工作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办法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今天晚上跟大家说说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不再啰嗦了。下面请老康跟大家说说。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恨我，你们应该恨我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更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弟兄们，也对不起肖市长临死前对我的重托。弟兄们，我康有根在这儿给你谢罪了。兄弟们，
对不起你啊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你们的老大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士兵。不过，咱们这么多弟兄，总得有个人领着。今天，咱们就选一个，选谁，谁就是咱们的老大。下面有赵家训、李占刚、贺五儿统计选票，吴克松核查选票结果。贺秀亭负责统计新四军选票。同意。同意者，手中握石子。现在由吴和松宣布选举结果。弟兄们选择。康有根。鸽子，快起！老康会讲一个故事。哎呦，老康不会讲故事哎。我讲一个呗。参谋长，您就给讲一个吧，我们俩的故事都讲光了。讲一个。好，那老康啊，就给你讲一个啊。哎呀，老康这个故事啊，从来不给人家讲，就给你小鸽子讲，好不好哎？好。好，听好了啊。从前呐，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呢有个老和尚，还有一个小和尚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讲故事。这个老和尚就说呀，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讲故事。讲什么故事啊？从前呐，有座山。那哪是一个山一个庙一个老和尚啦？因为那座山呐叫泰山。在那个山上啊，有一座庙，那是我们的祖庙。老康的家呀，就在山脚下，在那儿有我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兄弟姐妹、父老乡亲。老康一想家的时候啊，就给自己讲这个故事。从前呢，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啊有
个老和尚，还有一个小和尚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讲故事。讲什么故事啊？从前的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啊有个老和尚。说完了，说完了。他们又选择了康有根。嗨，你觉得可笑吗？很可笑。这就是中国道义中的忠义。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天长官刚才就在想这个问题吗？我在想一个人。是马金龙吧？他不是也很守信义吗？还有那个刘满儿一直跟着他，他完全有机会离开马金龙。成泥儿了。下一个是王世林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去哪儿？你想在这儿等死啊？走。报告，上海方面消息，马金龙炸死了阿贵。井上清还没有找到彭老大。井上先生说，马金龙在上海的所有行动都依靠孔老大，只要再给马金龙一点时间，扣住王世林，逼他去找孔老大。那就让他去找吧，但也不要再出别的差错。嗨，
恐怕还要等多久。等到王世林出现。他什么时候出现？不知道。那我们还在这等什么？说不定那间房他早就不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是猜的。我只是想早点离开这，早点逃出去。你要走，随时都可以走。我不行，我必须等到他出现。傻。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不知道。我在问康有根。不知道。8月15。8月15。这个节日不仅仅是你们中国人的，也是我们的。中国有句俗语，8月15云遮月，正月15雪打灯。今天可是没有月亮。你这话说的是江北吧？江南很少下雪。中国是不是太大了？在很长一段历史中，中国的面积比这还要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中国的领土被人抢了，这其中包括日本。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些扛枪的中国军人。嗯？江南江北一般都。偏是离人恨重。什么意思？一首词而已。而已？而已，石头记里的一首词。我们今天要谈石头记吗？今天是8月15，你们每个人可以得到一碗大米饭。你们两个把它搬回去吧。搬。看来你还是不想和我合作。你是不是认为我在侮辱你们？嗯，可你的弟兄们却不一定这么想。让他吃。走。滚。滚滚滚。滚回去。哎，你现在不能喝水。这下三天不用吃饭了。哎，你得躺下啊，躺下。哎，今天的表现太成功了。我今天比你们谁吃的都多。好，你要让伊田秀男感觉你永远不跟他合作。哎，以后有机会你再卖几个破绽给他，让这小秃瓢也高兴一下。
这叫拖刀计，关老爷使过这一手。我就担心呐，你别失手就行。哎，伊田好像知道我们选举的事儿。这不奇怪，他的内线肯定已经跟他汇报过了。伊田秀男被你给看透了，这说明我们对他的估计是对的，他小看你了。你们查伊田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？乌合松和范子章还在查，好像有点眉目了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王八蛋还干这种事儿。其实范子章和乌合松的调查也有掩人耳目的意思，对付伊田秀男我们就得用这种办法。我们不查他会怀疑我们，我们查了他反而会放松警惕。你家里头还有什么人？没有了。母亲呢？死了。父亲也死了。兄弟姐妹都死了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秦瑞、康有根。我以前不认识他。你现在认识了。你会嫁给他们当中谁呀？我在跟你说话。我为什么要嫁给他们？你在跟我演戏。那天暴动是你派人给康有根送的信吧？不是我。那么是他？不，不是他！我求你，你放。把衣服脱下来。我要留着。脱！地方。
我们需要重新来一次，一周之内再举行一次暴动。不许你碰我的东西！我们决定一周之内暴动。暴动？现在又要暴动了？他们就不怕死吗？张有根要是想死，就成全他。